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美国的三层的建筑，看每一栋都是不一样的，而且这是等于是年轻人可以住的自行车，比较朝气蓬勃，阳光向上的，中间是垃圾站。在阳光中散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而且每个房间也有这种灯啊，很不错，中间是这种果树啊。6381114111114，638114638111。这是这种有这种。这就像一种迷宫的感觉啊，让人就是很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议哟。24小时。这个房屋要全部整好，要收了。好了，可以。你看这种阳光的雨露的非常好啊，我们也可以走得很阳光，走得很阳光的走法啊。很阳光的走法。看这种。这外面是这种停车场。这个边你看这耳湾这边的荒地还是非常多，蓝天白云，荒地非常多，这都是这种建筑啊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阳光明媚，真是不错啊。乌鹊为王母娘娘取食，这就是这种在这边非常多啊。